知识就是力量，信息就是财富。点赞关注不迷路，地产世界来带路。欢迎收看本期的诚信地地产世界节目。如果你对地产感兴趣，请关注订阅我们的节目，这里有丰富的资讯可以帮助到大家。点击小铃铛就可以及时的获取频道的更新。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帮助我们点赞分享。我是 Max， 今天的嘉宾呢依然是著名的美国地产经纪商 Cindy Chin。 欢迎 Cindy， 你好。 Hello Max 好。 Hello 观众朋友们好。是的，那么过了两周呢， Cindy 和 Max 呢是再次跟大家见面了啊。然而刚刚这两周的事儿呢其实还真的不少，比如说美联储果然是不负众望啊，再次加息了。那么银行呢也是紧随着收紧了这个贷款，有人说啊，这个美国的房市迎来了一波新的这种震荡，那么竞价买房这个日子仿佛又是回到我们眼前了啊。那么今天就闲话不多说，赶紧让 Cindy 帮我们分析一下美联储加息对房产带来怎样的影响。对的对的，的确你说的没有错，的确是不负众望，美联储在大家预期之中呢加息了，而且加的还基本上是大家预期的，大概的就是波动的幅度是25个基点，也就是 0.25%。 那这个呢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期望值呢？主要就是说像你看这个就是联储的 Powell， 他什么雷斯版就相当于比如说 inflation 是一个疾病，他要治病一样的，他如果不把它根除的话呢，等于这个疾病又会什么又返回来，所以他必须要什么坚持到底，也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一仗打到底才能把那什么把 inflation 压制下来。但同时呢因为他又担心什么呢，担心银行危机是吧，咱们也说到了最近近期的话有那么多的银行，也至少那么多银行都有困难，同时呢还近期那我据我所知有四家银行已经是 bankrupt， 就是说可能是倒闭了啊，对不对，倒闭了 bankrupt， right？ 所以说的话呢也就是说呢现在就是说，所以说他要考虑到这个后果，所以呢加息的幅度要小了，同时呢他的步伐也慢了啊。从他的那个暗示说来说的话呢，可能这就是倒数第二次加息了，因为这是什么是那个去年以来，去年夏季以来的话到现在是第十次加息了啊。所以呢他暗示说哎，那可能就是那个再顶多再加一次息，再加25个基点，那就要打住了啊。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 CNBC 的一个最近的报道，麻烦导播打一下那个 slide 给大家看一下。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已经上了哈，那我只能因为今天的那个之所以拖延了，是因为今天的那个这个 connection 好像有点问题，所以我现在看不到那个主播室的那个情况，所以我只能直接说了，就是说，但如果看图片的话 ，CNBC 呢上面给大家分享了，就是30年期的 T bond， 就是它的 treasury bill， 就是它的债券国库债券已经下降了，下降了，也就是说呢，虽然这个基点上升了，也就是说它的那它的 Fed Funds Rate 从 4.75% 涨到了 5%， 那谁知呢相反作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所以说30期的那个国库债券下跌了，那这个会带来什么影响呢？这个喜爱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就知道啊，如果是说这个30年期的债券下降，也就是什么随之而来的贷款利率会下降，是不是，那大家的话就会期待说哎，那贷款利率下降，这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呢会不会刺激这个房市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表，这就是近期的从去年一直往上升了10次的加息，不断的上，当然涨最高的时候75基点，现在是属于幅度比较低的25个基点，但是预期呢到2023年，也就是说再过一两个月，那就是可能加到它的 peak， 它的峰值到 5.1% 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对那个什么房市肯定有一定的影响了，就是说我们就知道这个步伐降低了，那房市的话也会跟着这个 Fed 的它的什么它的 action 它的行动呢也受到一定的影响，那具体怎么影响呢我们待会儿再聊。没错，看到这个图形啊是仿佛是一个这个锅底这么一个形状啊，两边是非常斜向下的这个梯形，那么现在这个从 5% 的这个高点回落之后呢，现在又回到了 5.1%， 像刚才 Cindy 说的这可能是一个 peak， 可能是一个峰值啊。那么在这里呢先这个预告一下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每个周六的美西时间6点钟呢，在华人资讯网的号视频我们的节目都会直播上线，没有赶上节目直播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在 YouTube 上面观看诚信地地产世界的频道，那么欢迎订阅有关频道，并且及时添加小铃铛呢也可以及时关注我们节目的更新，不管你是看直播还是看重播都可以关注到我们地产世界的节目啊。那么刚才说到结合刚才说到这个图表以及我们刚开始说到现在加息25个基点成为现实，那么如此美联储如此做对房市会带来怎样一种影响呢？现在有人说啊，美联储可能是会摧毁美国房市，用了摧毁这么严重的一个词，那么 Cindy 赶紧为大家分析好吗？对对，其实很多人 complain 就是说呢，联储呢在该出手的时候不出手，
然后一拖再拖，然后等到他出手的时候已经晚了，所以说就会造成现在这种局面。那现在的话，就是联储在不断的就是说补救，OK，但是呢，就对房市当然又产生很多负面影响。那现在的话，继续应该看来的话，那加息马上就缓下来了，缓下来的话，那贷款利率也会将跟着下降。那同时的话，它的负面影响也会有什么？银行将收紧贷款，收紧贷款的话，也就是 tighten up lending。那 tighten up lending 的话，也会对住宅和商业产生负面的影响。那具体有哪些影响呢？待会儿给大家也分享一下那个具体的图示。这个呢，就是刚才给大家提到了30年期的贷款利率，随着它的那个 Fed funds rate 下降，也下降了，像现在有点往下走的苗头，就是最近的，就是应该是5月4号的。贷款利率是降了一点点哈，一小点点，一丢丢，6.39%，6.39%。刚才给大家提到了，就是近期的有4家就是 regional bank，就是那地方性的银行要倒闭了，那就包括呢就是 Silvergate，还有 Silicon Valley Bank 和 Signature Bank 以及 First Republic Bank。那这是4家银行的倒闭。那我们其实，在我们之前节目中也间接直接的给大家分享了银行这样的倒闭，特别是中小型哈，就是这种 regional bank 它倒闭。会对这个房市啊，会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其实受到影响最大的呢，就是商业理财。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都是根据数据来说话，是吧？那你看这里呢，有4条不同的彩色的那个竖杠哈。那你看50%呢，就是说，就是这种它的就是它的资产或者是那个 asset 低于2500亿的这种银行，就这种大小规模大小的银行。它呢，他们是什么呢？占了这个市场的比分，哪种比分呢？就是说，commercial 和 industry lending，也就是工业或者商业它的那个什么放贷，它占了50%的 market share 市场股份。那如果是 residential 住宅呢，是60%占了，也就是中小型这种银行放贷。那 commercial 是占了80%，也就是说很多商业地产它会受到这些影响，因为它的什么？因为中小型银行给它放贷占的比重是最大的。然后，consumer lending 呢是最低的，只有45%啊。那什么是 consumer lending 呢？就是比如说你的那个车贷，还有包括你信用卡啊，像这种贷款的话，就是什么属于什么 consumer lending。所以说受的影响最大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就是黄色的这个柱状线是80%的 commercial real estate lending 会受的最大的影响。所以说，通过这个图表非常浅显易懂啊，用数据说话，数据是永远不会撒谎的。那么80%呢，代表这个 commercial real estate lending，也就是商业地产的这个情况是现在是占幅是最大的啊。所以说，我们用图表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最完美、最精确的这样一个分析。当然，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扫描屏幕上方这个二维码，来关注地产世界的这个节目。比如说呢，在说08年房产之后呢，拜登的这个新政到底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以及还有现在传说中的这个新的排华法案，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是否真的是禁止我们华人买房了呢？另外呢，比如说现在是一些买房的一些新规，当然了，对于新规我们也有一些新的这些招数，比如说我们用一些方法来避免我们买房子被罚款。那么这些都可以在地产世界的节目当中带给你新的这些资讯啊。这个我要澄清一下，其实这些呢是这种类似的节目是在，因为在地产世界上的我们的节目中呢，没有时间给大家分享那么没多错。细节，所以呢，我们是在我们的这个地产世界的就自媒体平台上，比如说小红书、抖音、TikTok 啊，分享这类方面的资讯。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看我们的地产世界在自媒体上的一些平台，就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更加比较的热点话题啊、时事热点啊，包括一些新的法案，还有一些那个策略、地产知识等等。所以呢，这是在我们在地产世界的节目中没有时间给大家分享的，我们在我们自媒体平台上给大家分享。对，其实用另一种话说，就是我们的节目是丰富多彩的，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地产世界直播，以及我们各种的这个公众号啊，或者说这些社交媒体的平台，都给为大家带来不同的，但是都是地产世界带来的资讯啊。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房市的影响，有可能会摧毁美国房市啊。那么对于买家来说，最关心的就是说房价到底会不会降，又能降到多少呢？没错，没错，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房价了。然后，好像大部分的客人或者客户呢，给我一联系的话，第一个问的最多的，也是最
问的就是第一个问题，基本上都是，哎，房价你看会怎么样？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的房市数据，这样呢给大家一个方向感，哎，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情况？Again，我这里要跟大家重申一下啊，就是我们分析的数据呢，或者分享的数据呢，都是 national average，有些时候呢是分享加州的啊，因为我在加州，我是加州地产经纪商，所以呢，我们呢主要关注的是加州地产。地产的数据，所以呢，如果是大家说，哎，那我这里房价掉了30%了，你说的不对，那你得千万记住，我说的是 national average，是全美平均的数据，不是你的 specific area 或者 region specific。OK，那第二给大家分享的数据呢，就是现在的新的上市的房产，现在上市的房产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房市和房价取决于什么？supply 和 demand，这个是永久不变的话题，也就是永久不变的一个什么 formula 的一个公式。所以说的话，要大家既然要聊到房价，那不可避免的是要聊到什么？它的 supply 也就是什么？它现在供给，就是房源的供给量怎么样？现在呢，new listings of homes 就是新上市的房源，那现在是跟去年相比是它什么减了23%，减了23%。你看到没？这个也就是说没有多少那个什么，没有多少那个卖家或者业主愿意卖房产，也就是说 no selling pressure。当然没有 selling pressure。如果你现在的贷款利率是2%、3%，谁愿意去你然后去卖房，然后再重新贷款买5%、6%，甚至6.7或7%是吧？那所以说呢，现在就没有什么卖房。然后还有呢，last new construction home，刚才不是跟大家分享到了吗？就是因为很多 regional bank，就是这种中小型的银行，他们的什么进入了这种 crisis 这种危机，所以呢，他们就搜索 lending，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很多。就是那个中小型开发商，我说的不是大型的，不是像 The Knoll Toll Brothers，像那个 D.R. Horton 这种大的那种开发商，我说是中小型的开发商，他们呢就没有这个 lending，没有这个那个什么资金去开发新的房产，所以呢，那个新房也会有受，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受限。还有就是 modest amount of foreclosure，也就是说，就是叫foreclosure，哎呀，糟糕，foreclosure max 这个中文怎么翻译来着？我一下忘了。就是短售啊，或者是应该是短售，或者是银行抛售的那种房产。那为什么说没有呢？我还是给大家看看数据，就是说近期的哈，就可以看这个图表，就是在2022年，当然是现在是2023年，但是我们看的是上一个季度，现在新的季度的数据还没有出来，但是应该在第一季度2023年，它也 foreclosure 也没有提高很多，也没有涨很多，基本上应该是在2021年的2倍的数据，虽然说有稍微上扬了一点，但是你看看跟2009年和2011年来相比的话，现在的 foreclosure 这个 activity 还是非常低的。你看，在2009和2010年，它的 foreclosure 是280万，对呀，280万多，是嗯，吧？卖房是没对，看基本见。上是高峰值了，280多万的。对的，对的，这个就是 foreclosure，它是有280万，将近300万。现在的话是在去年2022年底的话，或者是总共上来也就差不多是32万。好，32万和300万，那这差了差不多10倍了，是吧？那就是之前是现在的10倍，所以也就是说，告诉你 foreclosure 也没有多少出来，也就是这三种情况，刚才给他看的那个在哪？在这儿，这三种情况加在一起的话，所以呢，就很少的房源出来，也就是卖家非常稀售，就是没有多少房源可以让你来买，也就是你有钱你也买不到，因为没房可买。那咱们现在看的房价就是从去年到现在，那有什么变化呢？大家可以看到。从就是 year over year，就是跟去年同比的话，那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降了2.7%，也就是不到3%。那你跟去年的峰值相比，去年峰值也就在去年的7月份，去年的7月份的话呢，是降了多少呢？大概是应该是6.9%，不到7%，也基本上是去年跟今年跟去年同比的2倍左右。所以说现在的，也就是说房价它是有下调的，但它下调的话是比较 modest，是比较小的这个 decrease 就是下降的幅度比较小。那主要是呢，就是说，也就是总结来说，就是房价是在 cooling off，但是呢，没有 pressure，没有说倒那种断崖式的下跌。当然，局部地区有断崖式的下跌，这个的话，again 我们说的是 national average，OK？那这里呢，因为 again 我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我是加州地产经纪商，所以呢，我比较关注于最关注的当然是加州的房地产的趋势了。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加州的。就是房价它的 trend line，它的走势图，这个可能你突然看的话，可能看的会有点迷糊，
Max，不知道你能不能我刚想看？说，这个图看起来有点复杂，这个曲线其实波动的比较厉害，而且有不同的曲线。另外还有一个总体的这个下滑的这个线，给大家做一个 mean price trending line 这个线，大概就是一个平均值的一个趋势，对不对，Cindy？对，是的，是的。其实它这里分两种，就不，sorry，excuse me，三种，说错了，三种不同的房价的价位。也就是说呢，你有什么？你有低价房、五中价位的，还有高价房。所以呢，它有三种不同的颜色，告诉你这三种不同的价位的房产，它对什么？它的那个就是房产增值的趋势，也就是它的房价趋势。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咱们用那个蓝色线吧，蓝色线就是说什么低价位房，低价位房你可以看到它涨的是，也它的敏感度是最高的，因为它要对，涨的话涨得最快，是吧？但是它跌的话也不是跌得最快的，所以说也就是说它的什么，它的那个抗衰性可能比较最强最了，因为强它。对。对，因为它的低价房就是什么，它的购买人群比较大，也是它的 pool buyer pool 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样呢就让它的房价基本上来说是非常坚挺的，涨得也快，然后它要跌的话也跌得慢，而且它基本相当于其他中价房或者是高价房的话，它是更坚挺的，更加抗衰能力更强。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在这儿，然后那个红色的线呢就是它的中价位房，中价位房就基本上是处于高价位房和低价位房中间，就比较是相当于什么？In the middle，right？那这里看到，大家看到这个虚线什么意思呢？这个虚线代表就是在2023年底，可能在2024年左右，它会有什么？有经济衰退，也就是说，这个呢是这个 data 这个数据呢是标普最近公布的一个数据，它对那个加州房市的一个 prediction 一个预测，也就是说，在2023年底或者2024年初左右，那就会有一个什么经济衰退出来。大家可以看到，经济衰退下出来的话，这三条线都是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它的房价在这个期间都会有下调的什么这个走向。那这个发出什么信号呢？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卖房的话，肯定要抓紧时间；如果你要买房的话，可以再等一等，是不是，Max？对，因为看到好像2025年之后，目前这个表格只做到2028年，那么2025到2028这个过程，仿佛还是有点缓慢的回升这个样子的。对，其实他要跟你说的什么意思呢？从这图片上告诉你的就是，到了2025年，那什么，那这个房市就趋于什么，趋于稳定了，就对。是什么，back to normal，就等于是有上有下，基本上就是比较稳定，不会是说那么飙了上去，或者是断崖式下跌了，它会什么比较平稳的上扬。当然，因为房市大家都知道，长期来说的话，房价是什么稳步往上升的。没错。是不知道看了一个我好像看了在哪个在一个自媒体上有一个博主说就说那个买房他说如果是什么你买了房，然后5年下跌了，那怎么办？你不是等于就是什么接盘侠了吗？其实我觉得这个 remark 这个 remark 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外行人才会这样说。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内行人就是做房地产行业的人都知道，房产的那个周期性是至少8到10年。如果你要是了解你是内行人的话，你就不会说，哎，那5年就下跌，那你怎么办？那一般外行他就没有想到说，哎，这个周期是8到10年，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买房的周期或你买房的 holding period，你的持有期的话是低于8到10年，那你最好不要买房。如果你要打算买房呢，你至少你的持有期要在8到10年以上，那这样的话呢，才什么，你值得你去买。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因为什么，你就风险就可以什么风控就可以控得比较低一点。所以这个呢，就是看你的持有性了，也就是你的 time horizon，你这个是自己要去自己做一个 self evaluation，就是说你的持有期大概多少。那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家庭情况、个人情况、包括经济情况都不一样，所以说你要自己去做一个审核，哎，你持有期打算持多久，或者是能够持久多久，或者是要搬家或干嘛，这个你要去自己算。但是我的 recommendation 给你呢，就是你的持有期至少在8到10年以上的话，我才建议你去买房，要不然的话你就可以租房住，这也不是一个 bad idea，right？总的说来呢，这个图片就是告诉你，就是加州的一个就是房价的趋势。所以说卖房，要打算卖房的业主们呢，你可能需要抓紧时间了。时间应该不多了吧？应该是从，也就大概差不多两年时间，一年多的两年一年的半时的间。时间，对，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而且它是慢慢的往下走，就是这个是下降趋势哈。所以也就是说，你卖的越早越好了。这个是总体 in average，当然每一个房市情况也不一样。比如说，我现在在旧金山的房市跟圣地亚哥 San Diego 来比的话，又不一样了。圣地亚哥肯定就比旧金山要更坚挺了。
那要跟 Orange 比的话又不一样了，所以说基本上分三大板块了。比如说你是北疆，在旧金山这一块或硅谷，然后或者在那个什么中间就是洛杉矶和 Orange County 呈现，还有南边就是什么圣地亚哥。所以这分三大块来走的话，它每一个区域每个 region 它又不太一样了。所以说这个只是说给你一个什么平均的宗旨，给你一个房价的平均宗旨的走向分析图。下面咱们接着继续聊。今天因为讲的内容比较多哈，说话愉快了一些。这个呢，就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哎，纳斯达克房价还在往下跌呢，其实有往下跌，但是呢，其实三月份、四月份的房价跟一月份和二月份相比的话，其实已经往上有上调了，虽然跟去年同期相比是下降了3%左右，OK，跟去年峰值相比下降了6.9%，将近7%，但是呢，跟今年的初期相比，也就年初。一月份、二月份，现在的房价已经在往上走了。其实我们叫做什么季节性的什么房价上升，这个是很正常的。一般来说的话，到了五六月份、七八月份到90，基本上在9月份之前，它的房价基本上都是比较火的时间。当然了，这里给大家看的图片呢，就是说什么呢？现在目前的一个房市的一个情况，就是说48%，也将近一半的房产上市以后呢，在2个星期之内。就什么进入 pending status，也就是说2个星期之内就会卖出，这也就是告诉你那个卖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是吧？卖的速度还是很快，2周啊，2周你就进入 pending status，那真的是很快了，是吧？而且呢，不仅如此，它31%的这个已经就是进了 pending status 的房产的话，它的或者是 close 卖完了卖出了，它的房价，它售出价应该说是售价高出它的挂牌价是31%的房产是这样的，也就是说31%的。房产它的售价高于它的挂牌价，我刚才说的有点拗口，我重新组织了一下语言，就是大没概有，三分之一的房价的这个售出价，还是要比它这个标价还是要高一点点，这个意思。对，还是 Max 的表达能力比我强。对，因为我看这个31%嘛，我感觉好像如果是我作为一个卖家的话，我非常开心；如果是这个我的这个标价，其实最终拿到这个钱比我这个标价还要高的话，作为卖家当然是赚的啊。所以说我们在 PPT 上面虽然写到了卖家惜售供不应求，但是看这个房价还是一个稳定上涨，尤其说2025到2028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不断上涨。那么当时当然这个图呢也会给我们显示出每个月这样一个变化这个趋势啊。所以说最终还是归到了买房还是买房还是买房呢？买房不买房这是一个问题，That is a question，对不对，Cindy？对，是的，是的。所以说呢，这里我跟大家说的就是，很多人问，哎，我要那个买还是不买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你该不该买，而不是该不该买，应该是你该不该买。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每个人个人情况、家庭情况、经济情况、工作情况都有所不同，所以你要结合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考量。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的持有周期有80年以上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你看，长远来说。房产还是什么上升趋势 upward trend 还是往上走的，它有上有下，但是长期来说的话，还是什么还是往上再走，往上扬。没错，而且最明显的下跌还是在08年，大家都知道这个经济危机事件。那么除此之外呢，好像往下跌的状态真的是不是很多啊？这个图表真是这个 data never lies，这个数据真的是不会说谎的。除了零八年的危机，真的是房价像 Cindy 给大家分析的一样，是非常的稳步在上升的状态。对，而且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呢，就是内容跟以往不太一样哈。平常大家都知道，我们做地产世界的节目呢，里面内容都有很固定的模式。那今天呢，因为特殊情况，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不同的内容啊，但是可以说是给警示一下吧，因为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俗话说呢，就是人活到老。学到老，我到今天我才，也就是这几天我才知道，在中国的湖南岳阳，那个是出骗子的地方啊。我也是经过朋友才点拨我才知道，就是在湖南岳阳那边出很多骗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呢，在我们团队之前呢，就是因为。有一些自媒体的平台啊，我们在美国，然后运营起来不太方便，所以呢，我们呢就雇了一个在国内，在湖南岳阳的一个能够就中英文相对来说还能够 handle 的一个人来帮我们来运营一下自媒体，因为时差的原因嘛，还有一些这个操作上的问题，所以需要国内有个人来搭把手。所以呢，我们大概在1、2年前就聘了一个这个湖南岳阳的一个人来帮我们做这个自媒体的运营和那个什么就是整体的一个 supervision 这样的一个情况哈。然后呢，长话短说吧，因为时间的原因。
是这个人。我要为什么给大家分享呢？就是因为我在经历过这个跟他交道以后，就是因为受到一些损失了以后呢，我觉得我有必要跟大家分享。虽然这不是一个很什么很好、很正能量的话题，不，负能量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负能量变成什么正能量。因为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目的是什么？让你知道这个陷阱，特别是什么，就是说不要去落入他的同样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应该说是陷阱吧，是吧，Max？就是不要落入同样的一个这个一个圈套啊，一个套路陷里阱套路圈里。套，一个骗局当中。他是湖南岳阳，名字叫周娜，叫他有化名，好些化名，他有 Joanna 呀，也叫 Judy 呀，也叫 Joe 啊，他有很多化名。所以说，如果是说你们要是说跟他合作呀，怎么样的，你一定要确认好他的身份证号码，还有他的生日。当然，这个人非常的狡猾，也非常会伪装。我会建议你呢，就是呢，如果是比如说你在国内然后雇佣，或者是在国内本国的人的话，雇佣这样的助理的话呢，一定要跟他电话会议，电话会议视频，确定不是这个人。具体的我会跟大家分享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因为要跟大家分享的话，因为 care 要有公德心嘛，当然你才知道是怎么样的情况，才知道去避免。所以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片，这是他本人哈。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呢？我给大家也总结了一下，他呢。这位叫周娜的人呢，把自己包装成什么呢？他以前在 Remax，也就是和美国的一家那个房地产公司叫 Remax 工作。他把自己说叫他的自己 title 什么是营销专家，销售代理，SEO 就是大家都知道是那个什么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专家，或者 TC 经理，就是专门做文案的。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我们公司的话做了哪些事情呢？第一呢，他没有经过，因为首先这里还要大家声明一下啊，就是因为。我在国内开账户不太方便，那我给他们国内的那些运营成本、运营资本，还有包括其他人的工资呢，都是打到他在美国的一个账户上，因为为了省事儿嘛，我基本上每半年、每六个月打一次款，每六个月打一次款。所以说呢，因为是出于他对他的信任，当初也是一个朋友介绍他来我们团队的，所以呢，出于对于朋友的信任呢，所以也比较信任他。然后呢，所以我们呢，为了方便，也是对于他的信任，所以我们把每半年呢，把那个国内的运营成本。那些资金运作呀什么的，那些包括其他的人的那些工资呢，都打到他的账户上，让他去管理，不仅管理这公司的那个就是这个财务，同时也管理公司的其他的那些在国内的一些资源。excuse me。所以呢，他呢没有经过我们公司的那个 HR 的那个批准，擅自呢给自己加职加薪，以各种名目的偷窃公司的盗窃公司的那个运营成本。那这个的话呢，就属于我们叫做什么白领的什么叫做 white collar crime，right？这是属于那就是白领的偷盗行为。第二呢，我们公司的自媒体平台，比如抖音、西瓜、头条，叫做地产世界他呢也把它改密码改成他自己一个人知道，也就是说把密码还有 login ID 都据为己有，然后也拒绝分享给我们团队上的其他人，也就是说用这种方式呢来控制我们的自媒体。所有的账户，然后用这种方式来要挟我给他加工资发奖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属于偷盗行为。因为什么？因为他在我们公司的任职期间，都什么所做的事情，包括所做的工作，都是我们公司叫做 intellectual property，都是我们公司的 IP，也就是我们公司的资产，我们公司的财产，它是不能够据为己有的。但是他变相的把它据为己有，也就是说把这个密码改掉，把这个 ID 改掉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控制了。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来控制的话，来要挟我们给他加钱加工资。同时呢，在我们准备发现了他的这种种种不良劣迹以后呢，我们准备把他解雇的前一天，他利用职务之便呢，潜入到我们公司的 server，也就是我们的什么电脑系统。我们还好是什么？我们电脑 server 是分开的，客户的 server 是放在另外一个电脑上，然后这些运营的一些 server 是放在另外一个电脑上。所以说我们还好分开了，他潜入公司系统呢，把我们的一些自媒体的文件给删了，真的可以说是。真的毫无道德底线和职业操守。OK，这是给大家总结了三个，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事情。这个主要是从三条给大家总结一下，是他犯了哪些，就是说，就是那种没有职业道德、没有职业操守的一些违法的偷盗行为。然后呢，左边呢，因为很多内容大家可以自己可以看一看、截图看一看，这些的话都是有证据、有时间节点的，而且有真凭实据，他是从哪里拿了多少钱。怎么样拿的？用什么借口拿的？就是他，而且是哪月？他自己，因为他的工作呢，其实是作为自媒体的运营哈，在国内帮运营，因为 again 时差还有操作上的为了方便，所以让他在国内运营。然后他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呢，
他在去年的10月、11月和12月自己给自己加了一个工作，他有也就加值了。我们没有同意给他加值，他自己给自己加了一个工作，然后把那个加值的工作的工资也自己给自己加了。也就是说，他自己给找了一个什么？也就是他本来是自媒体运营，他又给自己加了一个 TC 的工作。那两个加起来，等于是自己又给自己加了什么？加了工资，3个月，10月到12月。然后呢，2023年今年的2月份和3月份呢，他又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2月份给自己的工资涨了25%，到3月份又给自己涨了25%的工资，所以涨了在2个月之内给自己涨了2次工资。这还不算我去年底我对员工已经是非常的可以说或者是合作伙伴是非常的 generous。我去年圣诞节还有包括今年的中国新年，我都给他发了奖金，而且奖金还不少。这在美国的那个按照美国的规矩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多了。我给他50%的工资作为他的奖金。我们当时人事部的经理都觉得我有点 overly generous，对他太过于慷慨了，因为我以为他你知道在努力工作，所以呢，所以我是非常的什么，我是非常的那属于你工作的多，你做得好，you deserve it，所以我愿意给你额外的奖金和是报酬，这个我觉得应该的。那后来他的偷动行为是怎么发生的呢？发现的呢？是因为到了今年的大概3、4月份，3月底吧。因为他左给自己加钱，右给自己加钱，所以我们的运营成本的话，一下就给他挥霍掉了，一下就挥霍掉了，所以他就没钱了。他就把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呢，发给我们公司的那个运营总监去看。那我们的运营总监呢，是个非常细心严谨的人，就发现里面很多漏洞，很多漏洞。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他一直在挪用公款，或者应该说是盗窃公款。所以呢，这里要给大家提个醒。另外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我们运营的时候，我们公司是有这个规定的，就是在员工或者是合作伙伴签合作合同之前，我们都要他签一份文件，叫做 ownership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也就是说，你跟我们合作也好，在我们公司工作也好，你所做的工作，也就是你在这个期间所做的工作，所有的内容，还有不管是说那个什么账号也好，都是我们公司的财产，你是不能够据为私有的。他呢，在工作期间把我们公司的财产据为私有。据为私有的话，然后以这个为条件来要挟我们，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无语。然后呢，因为我前不久有个朋友也告诉我说，好的地产经纪，你的客户呢是你的粉丝。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地产经纪呢，很多你的同行是你的粉丝。那呢，我就你知道，经常也会有在地产世界节目上呢，会经常会有一些就是 agent，也就是同行的那个粉丝呢跟我联系，也非常感谢我跟他们分享。所以我想，既然看我们地产世界的很多观众呢也是我的同行，所以呢，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我的个人经历还有我们公司团队的经历呢，让大家提个醒就是说谨记一下，或者是谨慎一点。如果是说你要雇佣 TC 也好，或者是 SUV expert 也好，一定要 make sure 不是这位不是这位大神哈，要不然的话又被他给那个挖坑了。他其实的话呢，在我们工作在和我们合作期间的话，还想把我们的油管频道的 ID 和那个什么和密码改掉。好就好在什么呢？油管频道是美国的一个平台，所以呢，他要换什么？他要换的时候呢，换的密码被我们的那个运营总监给发现了，因为他需要什么双重认证。You know，而且是美国的双重认证，所以呢，他更改我们的油管频道。我们有两个油管频道，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美国的那个陈森利地产世界频道，还有一个是我们的 Genial 频道。这是我们两个频道的那个 header，也就是那个封面。所以呢，他在想偷我们油管频道的密码的时候呢，或更改油管密码的时候呢，油管频道密码的时候被我们的总监发现了，所以我们的运营总监呢把它改回来了，而且又加了更严的什么双重设置的那个。认证的那个设置，所以呢，他没有把我们的油管频道的那个密码改成，要不然的话，这个也会被他变成什么据为私有的一个我们的财产，变成据为私有了。所以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危险，非常非常可怕。然后呢，我呢，因为他离职了以后，把他炒完了，炒鱿鱼了以后呢，炒完鱿鱼了以后呢，他那个什么，他就拒不把这些我们公司的这些自媒体平台的密码和账号还给我们。然后呢，我知道他的目的所在，因为这个都很明显。你想，他偷到我们公司的那个什么运营财运营资本、运营账号，显而易见，他是非常想要什么？他是非常想要钱的。OK，所以说我就知道他这样的话不给我们账号，其实他就是想要什么？就是想变相的想要我要挟我给他钱。那我这个人的话是性格比较刚烈的，我这人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给我来硬的，我给你来更硬的。OK，所以说的话呢，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向这种人妥协。
他不给回我们公司的账号和密码，没问题，我们重新起号。因为什么？我这种人就是什么胆色小强，越挫越勇。大概一两年，应该是2年前吧，在尔湾的，在尔湾，也就是在尔湾的有另外一家那个什么，就是竞争公司，把我和我公司的话就把我架空了。但是的话呢，真的是要感谢他，因为他做了这种事情，所以呢，我们公司重新换了一批新的血液，反而我们的公司，我们团队越做越好。同样道理，他想把我拉垮，把我的所有的自媒体平台账号，包括公众号，全部都据为己有，不还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建号。现在给大家看的图片上是我们现在建的新号。所以呢，麻烦大家就是 disregard 原来的旧号重新的话，如果愿意关注我们的话，就关注我们的新号，就不用再去关注老的号了。然后我在我的朋友圈，微信的朋友圈的话，也给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然后我收了很多那些朋友也好，还有同行的私信。就说呢，然后就是非常智慧的人给我发短信，也或者是打语音告诉我，感谢我跟他们分享这个故事。所以呢，他们也很担心，就是自己找的 TC 或自己找的那个助理，可千万别是这位叫做周娜的，从湖南岳阳来的人。我现在呢也在积极跟国内的电视台还有记者跟他们联系，也准备让电视台也好，记者也好，也要曝光他的这种不道德的行为。这个呢给大家分享几个，就是朋友也好，同行也好，给我的反馈信息。今天讲那么多呢，其实真正来说呢，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这个故事，了解到这个为人，特别是我们同行，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别上这样的圈套。是的，非常感谢 Cindy 这个开诚布公跟大家讲述一个发生在自己公司这么一个故事啊。其实并不是说公开要抨击某人、批评某人，而是说告诉大家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找到正确的专家来帮助你实现买房、卖房这样的一个梦想。另外，我还特别欣赏刚才 Cindy 说的一个，把你的同行让你的同行成为你的这个粉丝，这样的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情况。但是千万不要走反方向的路，让你成为这个同行的公敌啊。那在这里呢，说到这个正确的专家，当然是介绍我们这个 Cindy 的这个公司了。那么在大家可以登录这个网页看查看这个 Cindy 的个人的这些公司的这些信息啊，包括买房、卖房等等这种资源。那包括底下还有 Chat with Cindy Chen Realty，就是还可以在线上和 Cindy 取得联系。那么呢，不管是你是买家、卖家呢，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比如说买家呢，可以去来查看一下自己贷款，通过贷款计算器来看看贷款的信息。那么卖家呢，可以查询一下你自己的房产到底可以值多少钱。总之，都可以帮助大家来实现买房卖房的梦想，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贯宗旨啊。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节目最后再来让 Cindy 火速的帮大家过一下最近的一些新的未上市的房源，好吗，Cindy？好的，好的，因为时间原因哈，我就很快的给大家讲一下，我手上有一些没有上市的，能够用人民币买房的，在加州的一些房源，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价位不等，可以跟我们联系。然后最近的话呢，我们有上市，这个还没有上市，未上市房源是在那个在 Arcadia，这个是要价是588万，非常漂亮，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呢，除了有泳池，还有自己的私人的tennis court，就是网球场，所以是还有什么私人的 private gate，所以这个房产是非常漂亮的，而且还装了。做了，最近还做了装修，所以说非常非常漂亮。因为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拍照内部的照片，所以跟大家先分享一些 exterior photo。还有呢，就是上周也跟大家分，上次本来说上周分享了在 Pasadena 的一个 listing 是298万。这个呢，I'm sorry，209.88。所以呢，这个是两，对，这个呢是在那个 Pasadena，这个房产特别特殊，主要是因为它是什么，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师设计的，叫 Van Martin Row。现在这个房产就是说在 Pasadena 这种类型的设计师不允许再建了，也就是说这个可以是独一，可以说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城堡式的那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房产。那这个里面的话也是非常有意思，你可以看这里游泳池，还有它这里的外面的一个 patio。采光非常好，有很多的天窗，所以如果大家喜欢阳光充沛、充足啊，或者是光线非常良好的房产呢，这个绝对是你不二的选择。然后最后呢，就是在 Mentone 最近我们的房产这个是在 Mentone 离那个就是 Redland 它那个大学不远处的这个房产是要价75万，它是4间卧室3间卫浴，这个呢是真的是非常亲民价了，所以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跟我联系。好的，非常感谢 Cindy 做客今天的这个地产世界的节目啊，也是非常感谢 Cindy 把这些更多的特殊的一些信息跟大家分享，帮助大家筛选真正能够帮助到你的人。另外，像 Cindy 刚才说的一样，可能会因祸得福，反而让我们的团队越来越好，让我们的节目也越来越好啊。那再次感谢 Cindy 做客今天的地产世界节目，我们下期再会。再会，拜拜。拜拜。
拜。